4月22号，大家好，我是吴秋风。今天我的港口应该要来了吧？港口任务，港口任务，有人写信来，港口任务 ，yes， 市政厅来信。这个月23号早上10点，我们会在中心广场举行暖冬节节庆啊，不是港口，非常欢迎你来参加盛会，记得带上各种食材，我们一起煮火锅啊。没事哎，怎么会这样？我去一下商会看一下，为什么没有港口任务啊？商会得有一个交代，来，得我交代一下。小垮包真的没有哎，什么都没有。三个防水布，然后两个可吸式腰包，三个护身符，两个可吸式腰包，好不好？接取，为什么没有？看来可能还要再等几天了，对不对？他们没有这么急，好不好？我太急了。我先去那个卡罗这边。卡罗这个缝纫机，我身上是有带一些装备啦，不然修改一下这个好不好？可以修改，哇哦，就是可以改到跟现在等级一样的。好像不错哎，确定得你修改，然后需要改一天的时间。衣服要改一天哦。好哦，先回来做个小垮包。可惜是包包，只能做一个。蛇皮差三个，好好好，我去打一下蛇皮，等我一下哦。沙漠跳跳蛇，我来了。我去，二秀，沙漠跳跳蛇还蛮硬的，没关系，我都不是我的对手。可惜是腰包，两个了，做完了，去缴交任务。我还要想一下明天要准备什么食材哦，才会让大家都很开心。到底有什么食材好吃啊？我到底要缴交到哪里去？人在哪里？有点远，在那边钓鱼啊。来，把任务交给你，拖地。我要不要跟拖地一样在这边钓鱼啊？然后钓到之后就去啊！我没有带鱼饵，算了。想钓鱼还没有鱼饵钓，有没有？到底有什么比较好吃的东西呢？这个海胆应该蛮好吃的吧？它只有肉而已。我从箱子里面拿青虫出来，继续去钓，感觉好像比较好吃。哇，那一条鱼好大哦！上钩吧！这一条鱼王是不是？金龟一条，再继续钓，我要钓到鱼王，快来吧！强壮的金龟，哇，钓到一条比较好的鱼饵。到底有没有不除了金龟以外的鱼啊？那个在那边跳的那个，那一只是骗我的哦。大鱼上钩了，断了，太快了吧！又来了一次，大鱼不要想跑。我要把你拉回来。不好钓，这一只不好钓。果然是鱼王啊，又来了，鱼王来了。我这次要慢慢拉，不要拉太多。确保他能上钩。剩不到一公尺了，慢慢来，不要紧张哦，不要动哦，放轻松啊。你会在火锅里面，就决定是你了。火锅材料拿到了，巨压石斑，就决定是你了。不钓了，好了，就决定是你了。感觉这只好像很好吃巨型石斑哇，大型鱼类。好，我要把这一只丢到海里面，不是啊，丢到火锅里面。那边怎么紫紫的？紫紫的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啊？不管它，不重要，我们回家睡觉。我们明天去参加火锅节。4月23号，暖冬节。等一下，我的码头嘞？走，来参加暖冬节，大家都在这边了吧？哇，大家都跑过去了，哇，好多人哦。我们来参加暖冬节火锅指引，食材店会贩卖一些食物，火锅辣度。辣度调越长，决定放上去，靠近火锅放入食材。
这个图示表示小美想吃生菜，当你丢入之后会增加小美好感度。哦哦哦，哎，每一次吃会增加一些效果，哎，所以这些食材都有可能要丢，是不是？哇，这么麻烦哦。谢谢各位今天都能来。看来不是准备一种，要多准备好几种。我想请李牧师给我们简单的讲两句。好好好，李牧师，感恩的日子嘛，对不对？谢谢你，盖勒。嗯，很高兴今天这么冷，大家还能来。我就简单说几句，因为这儿闻起来真是太香了。江哥，你做这个的手艺真是越来越好了。多做几年就越来越强了。在这里，我想给大家讲一个故事。关于暖冬节的来历，很久很久以前，在黑暗时代最糟糕的时期，这颗星球上没有一丝光亮。人们在黑暗中起床，在黑暗中入睡，食物短缺，农作物也不生长，然后便是极端的严寒，非常非常的冷，死了很多人。他这个讲的没有那什么，没有太阳嘛，对不对？可能是那个陨石坠落地球，然后扬起了那个什么火山灰之类的东西，造成整个天空都被火山灰覆盖，是不是有点像这种感觉？有一年的冬至特别的冷，一些为生存挣扎的人升起了火堆来驱散寒冷。其中一个人突然说着，我还留了最后一罐豆子，我们把它加热一起分享吧。另一个人接话说，那不够吃，我还有一些蘑菇呢，也加进去吧。然后一个声音接着一个声音，人们纷纷把自己最后留有的食物分享出来，就做成了喷桶。当每个人把最珍贵的食物加入锅中之后，获得了一大锅鲜美食物，他们边吃边笑，最终最寒冷的冬天那一里幸存了下来。不仅如此，之后的一天他们也都活着，一天又一天，直到活到等到太阳重新出现。现在虽然日子变好了，我们仍然需要铭记我们的祖先是如何幸存下来的。我们彼此分享，相互帮助，才一起幸存了下来，并有了今天的幸福日子。让我们永远铭记，上帝保佑。 OK， 好好好，刚刚的演说太棒了，你演说好久啊，李牧师。这锅久等了，我们把食材放入食物吧。闻起来真香，一会儿让我们准备大吃一顿吧。开始喽。要怎么放呢？你们也要放什么嘞？我是不是把食材放到手上就可以丢进去了？那我先丢一个猫跳鹅好不好？你们应该会有人喜欢吃猫跳鹅啊。距离火锅盛会还有两小时，还有两小时，我回去整理一下包包，把我家食材全部都拿过来。等时间到，这里还有卖食材，艾米丽在卖食材。哇哦，那我要买一些生菜。艾米丽在卖食材，哇哇哇，都跟你买五个好不好？哇，我跟艾米丽买了好多东西哦，自己家老婆哪有不赞助的道理，全部都得你好不好？全部都买了，买超多的，就是为了加在里面。暖冬节开始，要往里面加什么？辣度，所以我要调整辣度，是不是？直接加辣椒进去啦，直接加辣椒，吃火锅有没有？吃，加辣椒，放入食材，放肉，雷明顿增加了。我看一下附近还有谁要吃东西，我吃，要盐块是不是？盐块我有，好不好？增加好感度的时间就是现在了。哇哇哇！玻璃增加好感度。哎，菲利斯要吃什么？河豚？对不起，我没有。耶！我跟小美成为泛泛之交了。那个，果然大家都爱吃肉啊！以后火锅就准备肉片就好了，拼命吃肉就好了。大家都爱吃肉，什么蔬菜什么的，好像也没人点。暖冬节结束了。哇，结束了。就这样结束了，艾米丽，今天就这么过了。过完之后，大家为什么往外奔跑？出了什么事吗？大家为什么往外奔跑？我觉得好像出事一样。
大家拼命的跑，拼命的跑，哎！哦哦哦！只要四人都跑起来了，发生什么代志啊？花心虾米代志？啊？干嘛用跑的？骑马不行吗？大家跑来这里干嘛？打雪球？啊？我有点错愕，你们在干嘛？去哪儿啊？对啊，你们要去哪儿？咕噜咕噜，各种。你们要去哪儿？这才是我想问的吧？有什么事吗？你好。有什么事吗，盖勒？吃火锅，以前也喜欢这个味道。走了。那现在要打雪球、哦，也不能啊。我不知道为什么哦，扔雪球可以耶、欸。哦，吃完东西就扔雪球、哦。哇，哎、欸，我觉得打雪球加的比较快、欸，打雪球加的比较快。我先把这个大便拿走了，感觉有大便在这边，看起来都不舒服啊。就打完一场就没了，再见。太快了，这个额外的余兴节目是不是？大家收摊了，18点了，收摊了，回家了。大批人往回走，有没有？一些人往那边走，一些人往这边走。这就是擅长的感觉啊！我取回我的制服上衣了，把我的制服上衣装回去。哇，制服上衣就是酷！我看一下等级是不是一样的？哎，改良过后，哎，都一样哎。那我把我的裤子也改良改良好了，要改装改良什么装备？这一件啊，裤子改良到40级，纤维布5个。居然是纤维布5个哎、欸，我以为一直都是棉布哎、欸。好好好，回去拿一下。哎、欸，居然有人写信给我哎、欸！我出门的时候怎么没发现盖勒的写信？雪球大上徽章，福字灯笼。啊，雪人兔子雪人，看到你今天扔雪球的宝剑，想起我年轻时，真是怀念的时光啊！这些是参与活动居民的小奖励，你表现不错，我还会给你额外奖励的。哇哦！兔子雪人是干嘛的？这个可以堆在路上是不是？兔子雪人，我堆在这就放在这好了，好不好？也不知道为什么放在这。兔子雪人，那个夏天会不会融化、啊？不管它了，我把这个福字也贴在家里。哇哇，福字哎、欸，好大一张哦！艾米莉坐在这哎、欸，太酷了吧，家里。家里有其他沙发不坐，他为什么要坐这个小板凳？我来改良我的工作裤了。刚刚拿了纤维布回来，改良工作裤，没问题啦。工作裤穿好好，我来把它换上去。我还是觉得我原身，哎、欸，不行，明天才能换。原先这一套装备最好看。4月24日，那个港口任务到底要不要来啊？哎咻哎咻哎，又没有信呢、欸。哎，港口任务还不来哎、欸！我已经度过暖冬节了，你还想怎样？我已经陪你们度过暖冬节了，衣服改良好了，请领回工作裤。哦耶，我的裤子，这个有良好的裤子。哇哎、欸，体力上限，哎、欸、还比较好哎、欸。哦，这个不是最高级的裤子吗？现在都等级40级的裤子哦。那帽子要不要改一下？帽子要不要顺便改一改？帽子改一改，要柔性纤维布。哇，生命上限减200，不过暴击力加10%、欸，要不要改？改好了好了，这样好像比较强哎、欸，我比较在意我的暴击力嘛。我把其他帽子也拿过来看看，看有什么好改的好不好？暴击力加10%哦，就是这个暴击力加10%哦。哎呦，30级就加10%。是不是每一个都一样啊？好像是哎、欸，所以他顶多加120的生命，所以会减200的生命。原来如此，那我改一个，我最想戴哪一个帽子啊？戴这一顶工作帽。好啦，确定了啦，不管了啦。虽然减200生命，可是我没在 care 生命的啦，生命太多了啦。我来港口看看。哦。因为你们在港口这边看哦。你好，你们在看什么东西？再见。看要怎么样啊？要怎么改建是不是？拜拜啊啊！翻到这里来了，
啊，你们在这边看，看港口也没看出所以然来。我哦，原来站在这边凝视港口，就能看到港口的未来，然后就会给我一些任务，是不是？哦，这样好像不错。